月二十七号，哦，啊，加迄个国历的一月一号，伫天圣宫，哦，希望咱大家爱护持，要护持，哦，要三思并进安尼吼。哦，啊，咱修办道就亲像咧迄个咧迄个步迄个天梯共款，步步上腰带啦。安带当离苦得乐，由肉体转做性体，由凡心转做法心。哦，会当调换入性，得了成佛。啊，咱下一个课程哈。音控哈，还有一所哈。我们来念一遍哈，用台语的哈。三阳普渡得坤田，祈祷修完化大千。心法清明无差错，判分善恶不输偏。哦，咱第二节课哈，咱就请林前贤哈，甲咱准备哦，这三期大审判。哦，咱啊七月十五吼，拢遐精心的审判，该买的买，该杀的杀，哦啊该卖的卖。哦，七月十五就是迄个一般吼，迄个禽兽的审判。啊，咱百姓就是迄个过年的审判，有钱的讨钱，有孝的爱行孝，啊分班啦，分得很清楚，赌博的几间，拜佛祖的几间，要爬山的几间，啊跳舞的几间，恁有感觉无？那过年的时候吼，分得清清楚楚。啊，咱即马吼六万年来，即届就是大分班、大清算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最后审判吼，咱就是讲大家，咱就青羊、红羊、白羊，啊，所以吼，迄个林生的大香山林两阿叔来吼，吼咧讲，咱即个一贯道吼，咱即一贯道骂古，迄都是大香山林领导伊想出来，哦，青羊、红羊、白羊，哦，啊，咱迄个师尊吼，咱太阳。日头落山，甲日头出，甲日头落哈，普照十七个小时，那迄个那长夏是十七个小时，哦，啊，咱有这稻穗哈，边啊这稻穗都是月亮的普传哈，小月二十八天，大月三十天，那呢有还有固定呢，好像二十七啊二十八，哦，迄头脑做好诶哈。他说：“咱即马就是迄个三期大开普渡，末大藏经有说吼，末后一浊兮当之，更有一般奇特事，在大藏经就有讲过的。啊，咱即马就是末后一凿，第一尊吼就是罗，就是威音王，啊，最后一尊就是罗智佛，安尼普渡所有人家大功告成。哦，啊，所以即马时间到了。哦，啊，咱即马都啊，因啊。”吼，迄林讲师咧讲吼，是毋是？炮马点刀啦，咱即卖义诊就是那炮马点刀共款。哦啊，咱义诊吼，咱大家人因天一光啦，哦，啊是迄天合，因若去义诊吼，三工前都去签字作业安尼。哦啊，迄工吼，迄工就是拢三五组，三个一组，五个一组，啊派几组出去多，因一届办落拢一场义诊拢办两百几个。啊，咱这吼，咱拢互患者家己来，吼，像即届伫下埔里，啊，互我甲讲要求刀吼，含要甲带挂号都找无人，因为迄天班太侪咧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希望咱大家吼爱重视，啊，即下拍马点刀，要化大千大疏远的时间已经到啊，啊，咱即马就是大清算的时阵啦，咱每一个人拢派两个包袱啊，一个公一个狗，阿爸顿就是亲自两包。哦，啊，咱大家拢心知肚明啦。哦，以后咱回去吼，咱上天好像一面镜子，时时刻刻在甲咱照相。两百年前，大家咧讲有录影机，有人要相信无？无人要相信。不过即马吼，影甲声拢听好，上天好像在照相一样，清清楚楚啦。哦，赏花分明吼，一点差错都不会。你像即卖行动电话，哦，你甲看迄世界各国，你若只要伊知伊个号码吼，啊，你就通个甲伊沟通啊。所以，互我送你提款卡无效呢，因为你没有密码。
哦啊，所以咱来怎样哈？即卖善恶哈，上天是大公无私的，哦天之啊天之道，哦咱天之道利而不害，圣人之道为而不争，哦咱上天的都啊都是迄个完全大公无私，啊爱你。时间到了，啊，咱以最热烈的掌声，啊，来感谢天台天，天台天合，啊，天和，啊，三五个前贤，啊，来给咱助悲，啊，当然咱时间关系，啊，咱就请杨前贤，啊，甲林前贤来给咱助悲，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恭请，啊，以上，谢谢。好，一，在，谢谢领导电视助悲。好，那现在掌声欢迎我们杨前贤为我们慈悲。好，再。先生早安，大家早安，吼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三，请坐。领导点燃书，各位点燃书，各位前贤，大家高赞。首先，要啊感谢天恩师德、祖师风慈、前人的栽培、点燃书的慈悲，这次要啊会当来天恩道场来学习，要啊感觉非常的光荣。啊，来要进行课，进行。课题进行吼，后下顶礼拜吼，后下有落来即个天伦道场吼，就来咱做一个报告吼。其实后下迄身份证吼，迄、那个出生地吼是咧即个台湾省彰化县吼，所以讲后下彰化中学吼嘛是读六年的册啦吼，读初中啦、高中啊。迄、那个后学的即个后生呢吼，换咧即个彰化吼师范大学吼，嘛读六年册吼，读即个大学四年吼，啊即、這个研究所两年吼，所以讲后学搭天伦道场吼，那嘛是因缘呢非常的深吼，所以讲顶礼拜吼，本来要来天要来观摩进前，后学就探亲啦吼。就阿就讲吼，因为新威吼，去的机会真多吼。如果要观摩吼，最好就是来天伦道场吼，因为天伦道场吼，这个道场非常的庄严，真贤呐，嘛非常的慈悲吼，道气吼，气质拢非常的好。所以讲，本来预定差不多三台游览车吼，啊，结果大家非常的踊跃吼，来，结果报名有四台游览车吼，164位。那来到天伦道场呢，吼，果然吼，各位真贤非常的慈悲吼，用这个大阵仗的欢迎吼，和这个参班的这个学员呢，吼，非常的感动吼，啊，嘛，这个准备这个点心吼，中道堂吼，拢非常的丰盛吼，大家拢非常的感恩吼，但是真可惜吼，就是咧，这个过途中吼，这个送便当过程中吼，这个司机的口气非常的无好吼。所以讲，由此吼证明讲，北部的人吼确确实实修养各方面要是不足，需要来天伦道场学习吼。所以讲，后学转去呢，有啦，天伦道场的领导点燃书吼，这道的过失吼100%吼，拢是这个阮天伦道场的过失吼。所以讲，领导点燃书来拜二吼，顶礼拜二吼，就落来来遮致意吼。所以讲，后学我伫遮呢，向各位。真贤吼，来做一个抱歉吼，所以讲就也是各位请各位真贤吼，伊后学是彰化人吼，所以讲用这个彰化人的这个慈悲心吼，后学就讲了不足的所在吼，请各位真贤来后学多多包容吼，多多指教。那么今仔日后学要报告的题目吼，就是对恩门敬吼，对恩门敬吼。那么后学呢，分四个部分来做一个说明吼。第一就是真言，那么第二就是天堂地狱由心造，念头决定一切吼。第三就是痛彻心扉，真我忏悔，款款复应，自我修持。第四就是戒律吼。首先呢，咱来看真言的部分吼。
真那个苏某鲁大人吼，非常的自卑吼，伊就是惊咱在修道的过程中有了差错，遭有了偏差吼，所以讲有讲一句话吼，诸分就是讲一念有差对地狱，一念纯净即天堂。啊，咱知影现在呢，大劫已经临顶，三灾八难齐降吼，全世界每一个人拢面对了大淘汰、大淘汰、大清算。面对了欲焦分班、善恶分类，面对了上升天堂还是下坠地狱的关键时刻。所以讲呢，啥物会合作一念纯净呢？就是精即道己，动即道人吼。那么精即道己呢，是要安怎来做呢？吼，就是咱爱时时时时处处念念爱忏悔。只要咱的起心动念吼，言语举止有了错过罪，那么爱随时呢吼，向老母娘忏悔吼，以后无再犯起就对。啊，啥物叫做动即道人呢？就是咱爱时时处处、时时处处念念，以老母娘的心为心，去行功道人，代天宣化，救世度人。那么，这就是上升天堂的这个门径哈。那么第二呢，天堂地狱由心做，念头决定一切。那么咱的念头呢，非常的重要哈。天堂的地狱要按，就是拢由咱的念头来做一个决定。曾经呢，有一个师父呢，带了一个这个徒弟哈。那么。师父呢，当然是走头前吼、哦。那么这个小沙弥呢，就派包袱啊走后边。那么这个过程中呢，小沙弥呢，伊就对了师父行的时阵呢，心内就想着讲众生呢非常的可怜，所以讲伊就决定讲要度尽天下的众生。那么这个师父呢，因为有他心通吼、哦，所以讲伊感觉讲。这个小沙弥真无简单吼，对啦，小沙弥讲，那么你行头前吼，包袱啊，给我关就好吼。小沙弥就感觉真奇怪，伊讲为什么？我爱行头前呢吼。伊讲你徒弟呢，你会当发展大个愿力吼，确确实无简单吼。为师呢嘛是对你袂着吼。那么安尼，这个小沙弥就真欢喜吼，行头前，那么一直行到这个河边呢。发现讲，足侪狗遐跋落去这个水底，底下咧默默受啦吼。那么伊就想着讲，众生就是在这狗遐同款啦吼。天下众生遐济吼，啊拢像狗遐安尼默默受呢吼。要度尽天下众生呢吼，可能呢吼嘛是有困难吼，伊可能能力呢可能做未到吼。那么伊想到这的时阵呢，这个师父就将包袱啊吼，吼提予这个小徒弟吼，伊就讲安尼包袱都你都关就好吼。由此呢，咱就知道这个念头呢非常的重要吼。那么这个念头呢，一念有差，就是对了苦因吼，就是地狱的门径。那么一念有差呢，有五项吼，就是有可能就是第一，就是邪心吼；第二，就是妇人；第三，就是无明；第四，就是歹道；第五，就是晒积吼。那么后下就分别吼来做一个这五项的说明。那么第一呢，要安怎来破除这个邪心呢？吼，就是爱以正心为本，吼，天理良心做主来破除这个邪心。那么这个正心呢，非常的重要吼。那么咱这个良心为什么在会迷失去？吼，就是安怎咱拢。去学这个色神用事啦吼，那么这个色神呢，就亲像这个官家共款吼。咱每一个人的主人，都是咱的主性，咱的主性拢是有佛性吼，本来非常的清净，但是和这个官家色神做主，结果呢，有当为非三者吼。后来比一个例吼，有一个六笑巷的一个故事啦吼。那么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呢，都是咧朝廷做官。那么伊个官家呢，伫故乡个时阵，搭隔壁发生了土地即个纠纷，所以讲即个官家呢，就写一封批吼，去啦即个宰相呢吼，投诉就对。
那么宰相嘛，非常的明理的一个人吼。那么伊拍开批一个看呢吼，就拿回一张批吼，安怎写呢？伊讲千里修书呢，就只为墙啦吼，容他三尺又何妨？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吼。那么咱知影秦始皇呢，为着要炫耀伊的功德吼，所以讲建立了这个万里长城。但是呢，万里长城几百年、几千年了后，要存在。但是当初的秦始皇已经无存在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个官家看到这个批了后，吼、哦，就主动将这个安怎退三尺就对，吼、哦。墙围啊，就退三尺，吼、哦。那么对方嘛是安怎？对方看到这个，伊退三尺，伊嘛退三尺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个纠纷就化解去，结果就留了什么货？留了六尺的这个吼、哦、行路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。如果呢，这个官家就做无好，吼、哦，咱像这个色心同款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爱以正心为本呢，咱的良心才会发现，吼、哦，这个邪心就自然会消除掉。那么第二呢，咱爱诚心修办，亲仗一视同仁来破除这个妇人啦，吼、哦。因为咱的修道的过程中呢，非常的重要，吼、哦，咱袂使去，嘿，来辜负。迄、那个负着这个辜负的这个后学就对吼，咱就做唔到吼，会辜负的这个后学。所以讲，爱一视同仁，亲仗一视同仁，就是讲咱这个团体吼合作非常的重要。吼，后学顶礼拜吼来这个天伦道场吼来参访，就发现讲咱这个道场非常的合作。吼，像这个后学看这个青年会的运作吼，非常的健全吼，大家合作了吼，非常的。好就对吼，那么这个合作非常的重要。我来比一个例吼，其实唔是人呾需要合作，动物嘛知影合作。咱看迄个燕子吼，燕子咧飞吼，伊是咧飞一字形还是人字形？那么燕子是安怎来咱飞较远呢？吼，咱知影咧飞的过程中，第一只燕子呢吼，上界因为逆风嘛吼，上界最吃力的对。那么但是因会互相交嘛。第一只就飞了吼，较忝的时阵，那么会换第二只、第三只吼来做头前就对。那么经过这个研究，那么因安尼合作的过程中吼，会当续航力呢，会当增加70%吼，这就是燕子合作的这个精神。那么这个狗也嘛会合作嘞吼，可能咱还唔捌看过吼，有人看过这个蚁球吼，蚁球就是狗遐几千只、几万只吼。集做伙，那么在什么时阵会发生这种情形？就是在这个大洪水来的时阵吼，这个狗遐吼，几万只狗遐会集做伙吼，变作一粒球吼，那像排球安尼较大粒吼。那么伊因为内底有空气，所以讲这个蚁球会浮水面吼，这个浮水面呢，有可能外口的这个狗遐吼，可能有水冲掉。但是这个蚁球只要安怎去靠着环压了后呢？这几万只的狗遐呢，都存活吼，都会当会当上岸就对吼。所以讲，如果伊就无合作吼，可能这几千只、几万只的狗遐，拢会去予大水冲去吼。所以讲，由此呢，动物都会安怎，都会当合作吼。咱人嘛是爱来效法就对吼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以立愿、了愿、无上、行功、背德。哦，来破除这个无明啊！吼、哦。那么，咱本来有这个本性，那么无明呢是安怎产生？吼、哦，明主有讲呢，吼、哦、人吼、哦、性，咱的人性是本性的吼、哦。那么伊讲的，就是讲咱这个本性是先天来，咱先天的本性是良性的吼、哦。啊，告子呢，吼、哦，告主呢，吼、哦，伊讲人性吼、哦，就是有善有恶。那么这个是安怎遗传性的？遗传性就讲，咱有八识当中，吼，咱的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就是咱顶一世，吼，所作所为，拢在这个阿赖耶识内底，吼，你那就一个经济感款，吼，你遗传到这世来，吼，这个要会存在，吼，这是遗传性，吼，这遗传性就有可能是善，有可能是恶。再来是荀子，吼。又讲人性吼，人性本恶了吼。那么这就是传染性的吼。人讲人之初吼，性本善吼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吼。这就是讲
传染性的吼、哦，所以讲咱就是爱安怎来破除这个无明吼、哦，咱就是爱立愿了愿来行这个无上行功背德吼、哦，无上的功德上界大吼，会、哦、当来破除咱的无明。那么第四呢，以发心如初吼、哦，成就无上佛德佛道来破除大道吼。哦那么发心如初呢？吼，有一句话咱拢真了解，吼，就是学多一年啦，吼，佛在眼前；学多两年呢，佛在西天；吼，学多三年，吼，佛化云烟。吼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安怎，咱就会当保持发，吼，初发心就对，吼，或者。修道如初，吼，成道有余就对吼。会当发初发心，咱会当保持掉的吼。那么咱就会当成就无上佛道吼，就会当破除这个大道啦吼。那么第五就是吼，以何当天职吼，勇于承担使命吼，来破除这个赛责啦吼。那么这个责任呢吼，有的人认为讲，我的责任吼。足重的吼，我无这个勇气来承担。其实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安怎提出这个勇气，拢会当来完成咱的任务。吼、哦，后下来，因为后下拢在青年班斗阵吼，那么青年班的人较无爱听经典吼、哦，所以讲后下一般拢吼提较侪故事来做一个比例。那么在这个2003年吼、哦，一个美国人，那么伊爱去做兵。做兵的时阵呢，他去抽签，抽到什么货？抽到海军陆战队了，海军陆战队。那么他就非常的担忧了，因为那个时阵呢，拄啊好波斯湾战争，波斯湾战争的时阵，美国有去，吼去打这个伊拉克就对，吼，所以讲非常的危险就对。那么他就惊到屁屁喘，那么因父亲呢？就给伊一个鼓励就对吼，提升伊的勇气。伊讲你唔免烦恼吼，虽然你抽到海军陆战队，但是呢，海军陆战队呐有内群甲外群啊吼。如果你抽到内群，那么就无代志啊吼。伊讲，但是呢，万一我着抽到外勤呢吼，用抽到外勤嘛无要紧啊。即个抽到外勤吼，有可能安怎留咧本土吼，啊嘛有可能派去别个国家。哦，伊讲啊，我著派去别个国家要安怎吼？伊讲派去别个国家，你有可能派去咱和善的国家吼、哦，啊，冇可能较歹运，但会派去这个波湾地区的这个国家就对吼、哦。啊，伊囝就讲啊，我著足歹运，了抽到波湾地区呢吼。伊讲嘛无要紧啊，你著抽去遐的时候，冇有可能来总部啊吼、哦，啊，冇可能就是去前线去作战啊吼。哦啊，前线作战嘛，有可能两种情形：第一是安全的，吼、哦；啊，第二是较，吼、哦，较无较歹运会受伤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受伤嘛无要紧啦，吼、哦。受伤嘛有两种，吼、哦，一种是轻伤，吼、哦；啊，一种是重伤，吼、哦。啊，重伤嘛无要紧，重伤有一种是医的好，吼、哦；啊，一种医袂好。哎、啊，最后问伊讲，啊，爸爸，啊，我最后万一我着医袂好，要安怎？伊讲吼，啊，你要医袂好，人拢归空去啊吼，啊，你了咧惊啥物就对吼。所以讲呢，就安尼算起来，拢总有八项吼，二乘以八就是吼，128分之一啦吼。即使吼，就抽到海军陆战队吼，哇，会归空的机会嘛，128分之一吼。所以讲，其实无到1%就对吼，其实拢免惊就对。咱修办都嘛同款啦吼，只要咱勇气吼去承担。吼，你应当爱咱做，咱就尽量去发挥，吼，绝对呢，拢无问题就对，吼。那么倒来呢，后下就来报告，吼，拄则迄五项诶细节，吼，咱爱注意诶代志，吼。第一就是邪心啦，吼。邪心是啥物货呢？吼，就是因为有无正当诶思想念头，吼，啊，产生种种诶现象。那么即邪心当中有六种，吼。第一就是阳奉阴违，第二就是金力弯量，第三就是口啊卡言灵色哈，第四就是道中现定
中吼很中，第五就是暗色放荡，第六就是满胸欺下。那么什么会做阳奉阴违呢？吼，就是表面尊敬啊，赞许他人，暗地呢吼就无共款吼，就犯忌就对吼。那么真侪人吼，做表面的功夫吼，表面做一套吼，另外都做一套吼。所以讲，这在咱道场应拢是较少啦吼，但是咱嘛是爱注意吼。第二就是勤力观量吼，就是讲，喜欢吼亲近奉承恭维夸奖赞美我的人吼，远离会忠诚直言我的人就对。那么一般就是安怎，忠言逆耳吼，咱常常听到，本来别人来咱讲的话是忠心的。坑吼，坑咱的话，但是咱有当遐听袂入吼，拢爱听这个好听的。那么安尼就安怎？有人讲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吼。那么到尾啊呢，定定会接近吼，这个奉承我们的人吼，最后吼拢是有当时啊，就是会失格场吼。第三吼，就是巧言令色了吼。那么巧言令色吼，就是善于虚伪、谎言。奉承吼，以去苦惑他人就对。那么第二，这个尽量月亮是咱的个性吼，这个巧言令色呢，是咱家己造成的吼。那么这就是非常吼无好的一件代志吼。咱唔好做这种迄个善于虚伪、谎言别人的人。所以讲，孔子讲一句话吼，巧言令色安怎贤与人？咱就巧言令色吼，这种的人吼，这个就无这个慈悲心啦吼。倒来是道断现长啊吼，道断现长吼，道断就是讲，爱讲别人的缺点吼，还是短处吼。现长呢，就是自夸显现家己的优点，但长处就对。那么这个现道断现长吼，就是有的人安怎？拢爱讲人的这个八卦吼，因为有个人爱听八卦吼，就真侪人爱讲八卦吼。那么这种呢吼，其实是真无好的一件代志吼。另外有听过一句话，就是讲有个人就是安怎爱听八卦吼，甚至于爱听安怎别人吼不如意的代志吼。伊有这安怎讲呢吼？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吼？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，所以讲，别人无欢喜的代志，伊听了会真欢喜，所以讲，这是不可取的，那么后啊，提这个大陆，有一挂这个庙师的对联，吼，带咱做一个参考，吼。这是个山西五台山，吼，塔院寺内底有一句话，吼，伊讲静坐常思自己过，吼，闲谈莫论他人非，吼，咱定定呢静坐，吼。当然唔是打相啦吼，打坐啦吼，咱会当定定想咱家己有啥物过失吼，咱就爱来改过。闲谈呢吼，莫论他人非吼，莫讲别人的过失吼。倒来呢，就是暗色放荡吼，暗色放荡呢，就是暗色之中呢，行为放荡吼，不为非作歹。那么这个咱的道场吼，即有个人就是有两种面的，两种表现的对。在道场安怎彬彬有礼、道言道语吼，有当时安怎等于处理吼，都无共款啦吼。所以讲有人讲在道场咧行王道吼，等于处理咧行霸道吼。那么这个暗色放荡就是讲变到主气啦吼，表面上。在公开的场所表现了非常的好，但是无人看的所在呢，伊就表现另外一种了。对，所以讲这个柏拉图吼，伊有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吼，欺骗自己啦，比什么代志要都较无好了。对吼，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，骗子呢，搭受骗者吼，来在一起了。对，斗阵了。对，吼，因为自欺的人是安怎，
受骗者是家己，吼啊骗子嘛是家己，吼骗子那主骗者同一个人，吼安尼足无好个着。为啥物无好？亲像法官共款，吼法官是要判人即个对啊唔对？如果即个法官安怎，家己都犯罪，吼啥物人要来审判，吼所以讲即个暗示放荡，吼不可处的着。那么倒来就是瞒上欺下，吼瞒上欺下就是讲欺骗上上顶面的人，吼。不让上者呢真正了解下面的疾苦吼，到实情，假借上面的旨意吼来欺侮下者吼。那么这个欺骗吼非常的无好吼，叫我来讲一个珠宝商的吼欺骗的后遗症的对吼。有一个珠宝商啊，有一个价值连城这个红宝石红宝石的对吼红宝石，那么。伊这个足价值的红宝石嘞吼，伊藏在保险箱内底吼。那么包括银宝，有当时要知影讲，到底伊的红宝石吼，红宝石到底藏伊呾？伊就来因太太讲吼，伊的红宝石藏在二号的保险箱啦吼。啊，因囝嘛要知影讲，伊的红宝石藏伊呾，嘛捌人问过吼。伊来因囝讲吼，这个红宝石嘞吼。藏在这个一号的保险箱，哈。那么有一天呢，真不幸，吼，去予强盗知影讲，这个珠宝商呢，有这个红宝石藏在保险箱，吼，都利用这个珠宝商无在的时阵，吼，来到因家，吼，将因太太带因囝来绑起来，吼，逼伊讲到底红宝石藏在叨位就对，吼。结果两个讲的答案无同，吼，一个讲在一号，一个讲在二号。那么最后，伊讲。到底是藏在哪位？哦，结果因太太带因囝呢，参详到尾啊，伊认为讲安怎，就来这个强盗讲吼，这个红宝就藏在三号的保险箱吼，因为安尼上安全啊吼，不是一号也不是二号吼，三号应该上安全吼，因为伊可能有时间的关系吼，伊无遐济时间去偷摕这个红宝石吼，结果呢？强盗果然吼，将迄个三号的保险箱吼，规个人摸去就对。那么，这个珠宝商呢，伊红宝石到底藏伫哪？其实就是藏伫三号的保险箱吼。伊为着要吼，为着要保险吼，来因太太来因囝拢讲无吼，无实在的这个场所啦吼。啊，结果颠倒安尼吼，但发生了吼，差错吼。所以讲欺骗者呢，到最后呢。真正吼，家己受害者就是自己了，对吼。那么倒来就是妇人吼，妇人就是辜负他人、自私自利的处事太多了，对吼。那么有嘛是有六项了，对吼。力行不道啊，黑心可人、失言失人吼，不算真理吼，行怪说应吼，经历不分。那什么会做立行不道呢？就是修道、办道、行道，吼，不能立行多识，吼，得过且过了，吼。另外，再有一句，这个山东，吼，泰安光孝寺，吼，一句诗，吼，咱家己做一个参考，吼。伊讲：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吼，河西啦，吼。切莫放年华虚度啦，吼。啊，一骹门来，一骹门外，吼，可晓得脚步留神，吼。那么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就是吼、哦、风水的教轮就对了吼、哦。那么但是呢，这个日子咧过非常的紧，所以讲咱袂使哦时间白白来浪费掉就对吼、哦。啊，一卡门内，一卡门外吼、哦。这故事为哪来呢吼、哦？这故事咱有看过这个皇帝吼，延安皇帝《求道记》内底都有写吼、哦，就是迄、那个。卷帘将军，我问这个公行柱啦吼，那么伊本来就要踏入这个门的时阵，我问公行柱讲，伊到底是要入去还是要出来就对吼。那么公行柱来讲啥呢？伊讲一脚踏进来，则天堂道吼；一脚退出，则地府开就对啦吼。那么这时阵呢，卷帘将军到后悔吼，因为。伊知影公行柱是有道之人吼，伊安尼是变作一个欺吼欺心就对吼，尾啊伊就自杀吼，自杀最后就是变作伪道将军就对吼。那么所以讲就是咱已经得到这个道进正好呢，
咱就爱立行去做吼，咱袂使三进三退吼，连问来问外底下咧犹豫不决啦吼。所以讲这个脚步吼爱真留神。再来就是血心吼，黑心可人吼，就讲真系唔知爱护爱护，照顾住自己的道亲后行吼，凭个人的喜怒吼爱恶吼，可人就对。那么咱知影这个每一个道亲吼，伊拢有九行七作吼。如果咱要考多一个后行诶，那么伊诶九行七作诶慧命吼，可能拢可能会断送掉着着吼。所以讲咱言语吼、行动吼、举止吼，拢爱非常诶小心吼，袂使去考着后行。倒来就是失言失人啦吼，失言就是讲无应当讲诶话吼，讲出来，即叫做失言。啊，失言就是应当爱讲的时阵无讲，这就是失言啦吼。另外一个故事吼，带咱做一个参考就对吼。啊，那么这就是有一个阿伯呢吼，伊坐火车吼，要去来因查囝做未来就对。那么做未来的时阵呢，伊无小心，伊坐去迄班火车安怎？因查囝迄个小站吼无停啦吼。那么伊就真烦恼，伊就去找这个列车长吼，参详。列车长讲袂使哩啊吼，伊如果这站无停，伊就停吼，伊变得犯了错吼，伊可能会互记过。到尾啊，列车长想讲这阿伯嘛真可怜吼，伊就讲安尼无安尼啦。我到迄站的时阵吼，我开较慢的吼，啊你来跳，你慢慢啊来跳落去吼。但是一跳，当然伊安全跳落去。但咱坐火车咧行跳落去时，是咪爱向前跑吼？无会跋倒啊吼，因为火车咧行吼，人嘛是咧会行吼，所以讲伊向前跑吼，啊尾啊，这个火车就慢慢啊超过，超过啊上尾站的时阵，一个少年人就阿伯扭起哩啊吼，伊讲阿伯啊，好佳哉你拄着我咧吼，无你这坐这班火车就坐袂着吼，吼，那么咱知影这个阿伯吼，就是啼笑不得啦吼，伊是要落车，结果伊来当作讲吼，伊要上车上吼，被对约袂着啦，那救起了就对吼。所以讲，迄个列车长的一番心血吼，都白费了吼。那么，这就是讲，咱在道场要帮助人的时阵，咱需要知影对方的需求吼。如果对方的需求唔是安尼吼，咱用咱的态度去拉别，去拉帮助。吼、哦，可能有当时也失差错，吼、哦，就亲像这个少年人，吼、哦，那阿伯有上车安尼，吼，讲这个意思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失人就对，吼、哦，那个阿伯一定袂感谢伊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可能就是会，吼、哦，真怨叹，吼、哦，再来就是不宣真理啊，吼、哦，就讲宣传道亲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无占用大道的宝贵，天命的尊贵，吼、哦，安尼是袂使，吼、哦，这个道真正尊贵，吼、哦，咱就是爱赶紧来宣扬真理，啊，赶紧来度人，吼、哦。倒来就是神怪所引吼，就讲做事呢，真隐秘吼，行为怪癖啊吼，啊深沉难测，让人难以亲近吼。那么这种的人吼，就是如果这种吼对人安尼吼，拢未亲切，那么要度人吼，就非常困难吼。所以讲，咱爱学爱咱。真人真慈悲吼，咱就讲有讲露出迄个八颗牙啦吼，八颗牙就真微笑，然后来对这个所有的道亲，那么安尼，咱要来度人呢，倒有可能就对吼。再来就是精力不分啦吼，就讲事事啦性事相分不分吼，情感啦理性相分不分吼，后天心啦先天心相分不分吼，这个精力不分吼，这咱爱真注意吼。亲像师尊，伊嘛是定这个佛规礼节时阵，伊嘛讲啥物话？伊讲这是暂定佛规礼节。吼、哦，咱的师尊嘛是真顾着这个精力，伊袂讲你献敬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袂你献果的时阵，一定爱献几盘，吼、哦，伊无安尼规定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真分别这个精力啊，吼、哦。再来就是无明，吼、哦。无明就是袂当知影现象的真实性，吼，到原始的意思，吼，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就对，吼。那么这嘛有六项，吼，这六项就是无染疏退，吼，惯有八出，吼，方圆不尊，知行不一，累德不积，失规以积，吼。那么无染疏退就是修万道拄着困难，吼，就想讲要
退缩不前吼，安尼就袂使吼。那么叫一句诗吼，要来带咱做一个参考吼。伊就讲：古今来无我无人，不成大世界。吼，天地间有欢有怨，都是假因缘。好嘛，为什么后下要提这句诗呢？带咱做一个参考吼。因为咱在这个修办道的过程中呢，吼，上主要的吼，就是会拄到人事上的不圆满。人事上的不圆满呢，吼，咱袂当见怪，吼，因为世间上咱话，无我无人，就袂成这个世界啊，吼。啊，既然有我有别人，那么人事的中间一定会发生安怎？发生的意见无同，吼，所以讲咱一定爱落去包容就对，吼。啊，再来天地间，吼，有欢有怨，吼，都是假因缘，吼。咱这就是环境的，吼，环境上的，吼，有安怎？有咱感觉会当。真如意的，真顺境，啊，也有可能会拄到逆境，吼、哦，顺境逆境，吼、哦，这嘛是吼、哦，真自然吼、哦，会产生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咱拢爱去来克服得着。倒来就是怨尤百出啦，吼、哦。那么修办道就拄到阻碍、困难、吼、哦、打击，还是拄到苦磨，吼、哦，就唉声叹气，吼、哦，抱怨这个，吼、哦，抱怨那个，安尼怨天尤人，吼、哦，这叫做怨尤。八出吼，怨尤百出啦吼。那么咱知影有这个雨伞搭雨伞的故事吼，啊，这就是一个念头吼。这伊就两个这个后生吼，一个是做雨伞，一个做雨伞。吼，好天也怨叹，歹天也怨叹。吼，最后人来讲吼，你爱转一个念头吼，好天安怎做雨伞生意好，歹天呢？卖雨伞生意好，吼、哦，哎，观念就改变，吼、哦，这个，吼、哦，怨叹就无去就对，吼、哦。倒来就是宏愿不尊啦，吼、哦，宏愿不尊就讲咱家己所立的这个方式大愿，吼、哦，无照愿行，吼、哦，愿不能了，不能返回故国的故家乡，吼、哦。咱的修求道迄一天，咱就立了实在大愿，吼、哦。那么咱一定爱去照愿行就对。倒来就是知行不一，吼、哦。虽然明白家己有真侪错过罪是无应该，但是呢，咱无在着安怎反改过自新，依然一犯再犯，吼、哦。知行不能合一，吼、哦，安尼就袂使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王守仁，吼、哦，伊有提倡这个知行合一，所以又讲了一句话，吼、哦，伊讲知者行之术啦，吼、哦，行者知之行。哦、如果咱就知影这件代志非常的好，但是咱无去做，吼、哦，知影的时阵是拄要做的一个开始呀，俩、哦、吼，咱就无去行者知之成，吼、哦。换一句话，都倒来就是讲，咱爱去行，才知影讲你知影这件代志有去行，吼、哦，才有再去实践得着，吼、哦。如果咱就安怎知影无去做，吼、哦，但唔再是完全同款的得着，吼、哦。那么伊就讲了一句话，就讲知变乎天地，不如行始于。足下就对了吼。如果咱学问非常的好，全天下大学问咱拢知影，道理拢知影，但是不如啥物货，行始于足下吼，赶紧去做上个重要吼。倒来就是累德不积吼，累德不积就是讲不知反悔吼啊，不知反省检点，不知回光返照吼，自己的错过罪。吼、哦，有功自夸，有过吼、哦、推卸的对吼、哦。那么，咱其实吼、哦，就是爱，咱就是爱难吼，推功难过啦吼、哦。如果咱有过错吼，家、哦、己来担起来，啊有功劳呢吼，吼、哦、尽量的吼，替予咱的迄个下骹手的吼，吼替予别人吼，安、哦、那是咱修道人的一个本领吼。哦倒来就是思归于矩，吼，思归于矩，就是无遵佛规礼节，吼，无修这个三清素净。那么这个三清素净呢，吼，三清就是性凡，吼，无三不清呢，吼，就是安怎，性凡不清，男女不清，吼，钱财不清。那么咱上容易犯到的，可能就是吼。钱财不清啦吼，咪讲钱财不清，就是讲变到讲
重视这个钱财啦吼。但是咱知影钱财是安怎呢？钱财是予咱产生也都较侪这个欲望吼。但是这个欲望安怎？咱就愈大欲望，就需要安怎愈侪钱财吼来填满的对吼。所以讲，其实咱只要生活上基本条件，咱会当食会饱，安尼吼，剩的咱的欲望吼，拢是安怎？加出来欲望，拢是会带来咱的问题就对啦吼。咱真侪欲过多的欲望，会造成咱的一个吼过失就对。倒来就是大道啦吼，大道就是安怎？海大难度吼。那么嘛是有拢总有六项吼。第一吼，就是办事不勤就对吼。就是修办道不勤快吼，不勤勉，不勤劳吼，懈怠懒惰。那么这个咱办道吼，一个标杆是啥物人呢吼？后下就提出这个施前人吼，施前人伊的因书吼，咱知影施前人的因书读伊几遍无？吼，读伊十三遍，所以讲，伊后下是感觉伊是上好的咱的一个模范就对。倒来心不自立吼，自立才能立人，自己爱立起标杆模范，才能度化他人吼。所以讲，咱爱自达达人吼，才会当自立立人就对。倒来就是乐意吼，乐意享受啦吼，天时紧急吼，愿人吼。亟待上岸，吼，却尽情玩乐享受。在这个地狱五条根内底，吼，头前去三项是啥物货？就是财、色、名，吼，财、色、名。那么这三项，相信，真侪人咧，少年的时阵，吼，拢是伊的愿望。为啥物呢？有真侪人咧，少年的时阵，拢希望讲以后会当安怎？财就是以后会当赚大钱，吼、哦、啊色吼、哦、就是会当娶水某，名就是会当做大官，吼、哦、讲安尼以后就是上界幸福。但是咱来看卖，王永庆是咪足有钱的，吼、哦？但是安怎，伊赚哈侪钱，但是伊过身了后，伊的逝世为着伊的财产咧打官司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安尼敢毋是幸福，吼、哦？不一定，吼、哦。倒来讲娶水某就是幸福吗？吼、哦，但是咱看足侪瓜青、野青，伊结婚了后嘛是离婚的足侪了，对吼。所以讲娶水某嘛无一定幸福，倒来做大官够有影幸福。吼、哦，咱知影即个马总统，伊是毋是上大的官？吼、哦，台湾上大的官就是总统啊。吼、哦，但是伊的民调剩几趴？吼、哦，剩9%外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后下感觉伊嘛无一定真快乐，吼、哦，真幸福。吼、哦，所以讲财色名拢毋是无一定幸福。哦、所以讲，后下感觉咱天伦的道亲，吼、哦，真贤道亲，吼、哦，拢安怎会当坐家修道，吼、哦？那么后下感觉安尼是上界享受啥物货？享受天伦之乐，吼、哦，这上界幸福，吼、哦。倒来就是这个此心不顾啦，吼、哦，此心不顾就是无羞耻心，明明知影家己的错、过、过罪。但无悔改，吼，家己都做了，吼，即使做人做事，吼，不合乎良心，吼，也没有关系，吼，所以讲安尼是袂使哩，吼。倒来就是不识天时啊，吼，现在已经天时非常的紧急，吼，雨夹林顶，三灾八难侪夹，吼，但是咧，咱以为有个人以为讲这是先佛真贤，你来咱吓，吼吓呀俩，吼，唔免较紧张。咱看这个乌巴吼，家于城南吼，净土安吼，这句话吼，伊讲清不清，明不明，清明世界吼，净非净，俗非俗，净俗哦，当家的对吼。咱看即摆是咪民主时代吼，照讲是非常的清明啊吼，是咪？但是虽然清吼，清不清，明不明吼，为啥物应该是真清明的世界？但是咱即摆有咧食着啥物吼毒化剂啦吼，食着即个啥物吼鸡油啦吼吼，所以讲其实吼嘛无很正清明吼。啊，生灰生熟灰熟吼，生熟同家吼，是咧讲啥物呢？吼，就是讲即个修道人安怎看
吼，拢咧修道吼，像咱在座各吼各位真系拢共款吼，咱拢咧修道者吼，咱就一个精人共款吼。但是呢，咱无剃吼，无剃光头啊吼，吼看起来都唔是吼。如果咱是讲是俗人，但是咱看起来咱就俗人，但是咱都是咧修道吼，嘛唔是吼，就是生灰生熟灰熟吼，生熟同家吼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咧讲啥？这就讲咱现在就是性凡咧兼修。所以讲，为啥物这个安阳的庙师吼会写这句诗吼，就是咧印证讲吼，确确实实吼，别样期已经到啊吼。但各位真系拢是性凡兼修吼，这是天时的上好的一个印证。倒来就是自甘对路吼，对路明知入弯不能了，难把相反吼。但是呢，入弯不了，不依弯而行吼，要来定罪，不知进作吼，这就自甘对路吼，这拢安尼袂使哩吼。时间的关系，为个许话就来跳吼，讲过了跳过了吼。倒来就是赛职吼，就讲无认真负责吼，表面应付了事就对。那么嘛是有六项吼，就是颠倒错乱、重烦轻省吼、假公济私吼、不知阐扬天恩师德吼、只谈自己的牺牲奉献哦，这样呢就是颠倒错乱吼。咱应当爱重省轻烦嘛吼，倒来就是五时五信吼，办到也是开办的时间到啊吼，但是。安怎经常低头吼，和家己安尼等足久诶吼，这就是五信五信吼。那后来认为讲，一个有信有修行诶人吼，上起码就是爱休息啦吼。因为咱都无休息吼，无休息这个时间，那么就是耽误了代志吼。倒来就是畏畏吼，就是没有担当、胆识吼，任道不争，修办道中吼碰到困难、阻碍、打击吼、毁谤等。就躲躲藏藏逃避退缩吼，安尼就袂使吼。那么这倒来这句诗，就是咱前人嘛捌讲过吼，就讲见爱安怎，见了便做吼，做了便放下吼，了了有何不了吼？慧生于觉，觉生于自在吼，生生吼，凡事无声吼。就讲咱的道场真侪代志，虽然无指派讲啥物人一定爱去做吼，但是咱就看到了后。如果咱会当做诶，吼，咱就尽量去做，吼。啊，做了安怎，咱就爱放下，咱袂使时时记在心肝来讲，哦，这项代志是叫，吼，咱了完诶，吼。安尼做了便放下，吼，了了又何不了，吼。安尼咱对，吼，对，非常诶自在就对，吼。倒来就非生于觉，吼，觉生于自在，吼。所以讲，往倒转来就是安怎，有自在，但有这个觉。吼、哦，这个觉的吼、哦、自觉啦吼、哦，觉醒、觉察、觉悟吼、哦，啊有了觉醒、觉察、觉悟，就会产生这个智慧吼。但是安怎呢？虽然安尼生生吼，最后安怎？最后嘛是爱转来无生啦吼、哦。就讲、是、一本善万事吼、哦，万事最后嘛是爱归一本。就讲、是、咱的本性最后吼嘛、哦、是爱转去老母娘的身躯边吼。咱唔好讲追求讲哦，我要追求正权的智慧吼，正权的知识吼。哦安尼是毋是根本？倒来就是因循苟且哈，因循就是安怎？就是醉生梦死，随波逐流，哦，不能振作，苟安者哈，苟安者不是天使哈，遇事忽远，得过且过哈，浪费生命哈，安尼是袂使哈。那么后啊，感觉这湖南平江东山古寺哈，这句诗哈真有意思哈。一般的诗家喊你讲安尼，哦，真明了，大人讲哈，一定爱安怎就对哈。伊讲嗨，及早收心哈，莫把迷津当作波罗乐境哈，爱快些转性哈，须知涅槃哈，原为地狱惆怅啊哈。咱爱赶紧修心哈，别再将这个迷津盯嘞哈。当作咱的吼追求快吼波罗的乐境啊吼，有安尼认识就是差去啊吼，啊倒出来就爱去转性吼，唔好这个涅槃原为地狱惆怅啊吼，就拄只许我所讲的宅色明去追求家的时阵安怎，拢是安怎来这个
拢是咧即个六道轮回内底吼，倒来就是沽名钓誉啊吼，就是修道吼，不求天资吼，只求人资，爱面子，为道所作吼，只想博得点传师吼及道亲的夸奖吼及赞美吼，安尼是袂使哩吼。倒来就是使命不守啦吼。就是讲，咱的共同的使命吼，就是同坐三分吼，普修文殊吼。如果咱袂当知影使命，无修心使命，就袂当完成使命吼，咱就袂当成为这个天道地主。那么，倒来进入第三点吼，就是痛彻心扉，真我忏悔，宽宽福音吼，自我修持。那么，什么会有做忏悔哈？那么忏悔解说有真多哈，啊，后啊提这个地智者大师哈所讲的一句哈，当然做一个参考哈。因为有的讲忏或者忏前悔悔后过哈，忏前悔啊悔后过啊，这个悔那过嘛是拢差不多哈。所以讲伊安怎讲呢哈？伊讲忏是啥物事？忏就是往日哈往日所弃一切善法。今日誓愿勤修，吼、哦，就讲、是、以前咱所做诶，真侪善法，真侪好诶代志，咱可能无注意到，吼、哦，咱无去做。那么咱即摆誓愿，就讲以后呢，我爱赶紧去做，吼、哦，好诶代志爱赶紧去做。啊，悔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往日所做恶不善法，吼、哦，避而恶之啊，吼、哦。以前所做诶无好诶，吼、哦，咱就爱安怎赶紧来放弃掉，袂使都做得到吼。那么就是安怎弃往修来，就是讲以前无好的，咱拢来放弃掉吼。啊，以后好的啊，赶紧去做吼，这叫做忏悔吼。那么另外有分四项做一个报告吼。第一就是痛改前非，真心改过；第二就是建功立德，愿心发露；第三就是善护念头吼，精诚心报效。第四就是自性觉知，自心清净。那么第一呢，痛改前非，前非真心改过吼，就讲忏悔以后，并无等于讲咱的罪过吼，就一笔勾销啦吼。就是安怎忏悔是安怎承认咱的错误吼，咱愿意来承担吼。人是无吼，人是无法逃脱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吼，咱的所作所为。拢咱家己爱去承担啦，对吼。所以有一句话来讲：若不回头，吼，谁替你救苦救难？如能转念，何须我大慈大悲？吼，这是观音佛祖呢，吼，观音寺的一句诗的对吼。如果咱就袂当反省，袂当忏悔，无回头，吼，啥物人会当替来救苦救难呢？吼，就讲观音菩萨嘛，无法度的对啦，吼。但是呢，如果咱自己，主要也是靠咱自己的对吼，咱自己对咱将这个念头来转掉吼，都无需要呢观音佛祖嘿来替咱代诸代悲吼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建功立德吼，愿心发露吼，就讲不知跬步吼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知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哦，让我们从每一个了愿开始哈、哦。这个跬步是啥物事？跬步就是半步啦哈、哦。虽然呾半步，但是半步一直累积到古来哈、哦，咱会当行。这个千里嘛是为一步行来哈、哦。不知小流，无以成江海哈、哦。这个大海安怎？大海就是安怎？水真正多，就是安怎？所有的细条河流，还是这个沟仔水，不管伊外。寡大寡小，吼，伊拢来接收来，接人接纳过来，吼，所以讲伊会当成为大海，吼，所以讲，予咱为安怎每一个了愿开始，吼，所以讲拄只领着点灯师父慈悲，吼，咱的前人，吼，伊的愿力嘛非常的大，吼，咱即摆有十大，吼，十大道场要建设，吼，这拢是，咱爱去努力的所在，吼，尤其带咱上密切的，就是这个国际道场，吼。这个天元国际道场吼，那么咱前人已经地嘛拢买好啊吼，啊，即马就是上，反正一年后就要开始建设啦吼，所以讲咱爱尽量吼，咱建功立德的机会。
倒来，后来用这个原心法路吼，咱就是用四正勤吼来做一个检点的对吼，就是讲以作罪令灭吼，万一咱都做了一挂罪吼无好的代志，咱都袂使都做吼，爱看赶紧来消灭掉吼，未作罪令不造吼，就讲未来有可能吼会做到的吼，咱嘛袂使，都拢袂使做的对吼。倒来就是未生善令生吼，就讲如果咱要做的好的代志，也未做，咱爱赶紧吼来发，还赶紧去做吼。以生善哦，令增长吼，已经做的，已经发出来这个善心，咱就爱尽量去增增长了。对，倒来第三呢吼，善护念头吼，诚心保守了。对吼，修善不积，何以吼成善性吼？修果不改。执着灭心的对吼，啊，《涅槃经》嘛讲，莫低莫轻小恶，以为无殃；水低虽微，吼，正盈大气，吼。这个修善都无执，吼，都未当成善，吼。所以讲，所有的善事，拢是为修善，吼，来做起的对吼。啊，小果咱嘛袂使讲，这小块的过失，吼，咱嘛无注无去来注意，嘛袂使的对吼。因为小果咱都无去改呢，足以积足灭心，吼。愈积愈来愈多吼，就是可能吼，咱的整个身心吼都被埋没掉了吼。那么《涅槃经》嘛讲吼，伊就讲莫轻小恶吼，无以为殃吼，袂使轻视安怎，袂使轻视讲这个恶真轻吼，可能无代志，安尼嘛袂使吼。水滴虽微，正盈大气吼，这个水滴吼，一滴一滴吼，虽然真少，但是慢慢愈积愈多。可能爱加大这个容器呢，吼，它底下落了掉吼。有一句话叫做“滴石”吼，“滴水穿石”啊吼。咱看伊个雨水安尼一滴一滴吼，虽然是真微小，但是滴久安怎？下骹如果有一粒石头，滴久这个石头呢吼，嘛会变哦吼，变一坑就掉了吼，或者滴水穿石吼。所以讲非常的爱小心就掉。那么这个湖北鄂州哈宝聚寺哈，这故事的讲，人莫欺心呐哈，自有生成造化哈，世皆由命，何须巧用机关哈？所以讲，咱别再欺心哈。主人呢，天地哈有这个生哈，天地哈，而这个生成造化哈，就讲生活哈，拢会当安怎？可能哈，就是会有这个因果的一个报应存在的对哈。世皆由命，何须巧用机关？哈、哦，咱每一个人，哈、哦、有这些，哈、哦、灾苦偌大，赚偌济钱，哈、哦、应该是拢固定，哈、哦、这个命运拢固定，哈、哦、咱就用尽心机，哈、哦、想讲要赚哈济钱，哈、哦、要哈享受的，结果安怎？这拢是白费心机的对，哈、哦、不用，哈、哦、何须巧用机关？再来第四，哈、哦、就是。自性觉知吼，自心清净啊吼。那么，这个为什么讲会当忏悔？哎，咱需要忏悔吼啊！忏悔是咪会当消灭咱的罪吼？其实，如果忏悔会当消灭咱的罪，那么因果律可能就吼，不存在啊吼。因果律是不灭的吼，所以讲，其实忏悔唔是消灭这个罪。吼、哦，正确诶，即个观念是讲，正确会当消灭啥物货罪障啦，吼、哦，罪诶，即个障碍就对啦，吼、哦。那么一般即个罪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业障、业报诶，即个障安怎来？就是先有烦恼，吼、哦。为啥物有烦恼呢？烦恼就是因为咱诶行为有了偏差，吼、哦，咱带烦恼，吼、哦，咱诶烦恼诶时阵，那么。已经行为有偏差，当然会烦恼，烦恼就会产生这个业，吼业障，吼业障啊，就报，吼报应，吼会存在就对吼。所以讲，咱会当真心来忏悔的时阵，吼会当消灭这个罪障就对吼。那么这个罪障的原理有四项吼，第一就是量变易啦吼，因为咱会当忏悔的时阵，咱就未去犯罪吼，咱本来罪虽然要存在。但是咱安怎一直行功，一直了愿，
那像盐同款吼，这个盐如果咱就吼，就讲一克的吼，一克的盐吼，咱就泡了一杯啊内底，啉落会足咸的对无吼？但是如果咱若这盐就吼倒入这个大海，那么这个盐吼就无感觉了对吼。所以讲，这个量变异，量足大的时阵吼，咱的攻击足大的时阵，咱原来迄个罪就剩一丝丝啊样样吼，这就是量变异，咱量。功德变成大的时阵，原来罪就变一丝丝啊！吼、哦，倒来就是分散意啦！吼、哦，分散意就是讲，咱如果一直咧行功积德，吼、哦，咱本来迄个罪安怎？老母、先父、老母娘拢非常的慈悲，那么伊就予你安怎？本来是一千斤，吼、哦，迄重量，伊会当来你分摊，吼、哦，一千斤是咪足重的？但是咱就一工排一斤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吼、哦、就袂遐重啊！吼、哦，咱就排起。哦、所以讲，咱有行功了完的时阵，这个就会分散去，吼、哦，都一丝丝的考验，把咱安尼承担会起安尼，来咱靠者靠者啊，将这业障啊行掉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分散意，吼、哦，再来就是承载意啦，吼、哦，承载意就是讲，如果这个铁咱放落去水内，吼、哦，铁会沉落去这个，吼、哦，沉落去这个水底，但是咱将这个铁都放咧，吼、哦，这个船顶，吼、哦，这个。这个船就会将这个铁吼铁啊呢吼啦承载着，特别沉落去水底吼，亲像啥物货呢？亲像咱寺庙以前非常的慈悲吼，伊知影有关口，但是寺庙安怎？伊自我禁足就对啦吼，啊来，予咱安怎？予咱的众生呢，咱的道亲呢，非常吼诶，这个担当咱的罪过吼罪业吼，啊会当好修道吼，这个承载意吼，倒来就是压服意吼。亚弗意亲像啥物货呢？亲像这个石头，吼、哦，这个草啊，是咪一定会发起来，吼、哦。如果有石头为草啊来跌落去，那么这个草就发未起来就对，吼、哦。那亚弗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有些人，吼、哦，真可能这个业障已经填瓦来，吼、哦，但是伊的途中一直咧修道，所以讲咱的师尊，吼、哦，啊，先佛会当安怎？但这个业障参详。好，咱来行功了完这个功德，吼、哦，回向哦这个业障，那么安怎照着这个身佛，吼、哦，咱的师尊老大人，吼、哦，伊咱迄个业障，吼、哦，压掉的就对，吼、哦。那么咱的这个伊的要吐的这个罪，吼、哦，都袂，但是都袂产生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对这四项，所以讲忏悔非常的好，就是讲会当消灭这个罪障的对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浙江蜀江景兴寺吼、哦，这句诗号也嘛感觉袂歹吼。伊、哦、头前这句吼、哦，上联拢是无啦吼、哦，啊下骹这句呢吼、哦，下联拢是有吼。或者受无量，法无边，无事无灰无烦恼吼、哦。啊度有缘就有难，有因有果吼、哦，有菩提啊吼、哦。所以讲咱这个修吼、哦、非常的无量吼、哦，咱安怎？一世修一世成，那么咱会当享受万八的修恩，吼、哦，一万零八百年，吼、哦，这个修无量，吼、哦，法无边，无事无灰无烦恼，吼、哦，咱会当修到非常的好，咱的烦恼拢无去啊，无是非嘛无烦恼，吼、哦，安尼是咪足自在，吼、哦。头前这句就是讲，吼、哦，叫咱修道爱修心，修好好就对。啊，后边这句就是办道，吼、哦，咱修好了后，咱爱去度有缘救有难，吼、哦。有缘的众生，咱拢爱去来度吼；有难、有困难的众这个道亲，咱嘛爱来帮助吼。有因有果，有因有果，有果有菩提吼。咱今仔日会当来这个道场修办道，拢是有因果吼。咱来做得根基复原，拢非常的深厚，有这个因果存在，咱才真幸运来这个道场修道吼。以后拢会当修成正果的道。最后吼，就要做一个结语啦吼。那么这个结语可能就是上下联用上少字的吼，因为这句对联就要是嘞，这个十月初六吼，《自由时报》吼有这句诗吼，啊，后下提来带咱做一个参考吼。但这个读音吼，有吼，唔凊彩读啦吼，凊彩读就读无意思啦吼。也就是道道道道道道道吼，种种种种种种种。那么这上面意思呢？
咱这个道道就是，咱捌听过道道金刚吼，哎，种道道就讲一条一条的啥物货，道道引导咱修道的一条路吼，道道吼，道道道吼，拢会当引导到咱目的地吼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条条道路通罗马艺术吼，就是讲咱今仔日要为中华吼去高雄，咱会使用行路的吼，咱买当骑空明车。哦，咱买当开车，买当坐火车，买当坐高铁，买当坐飞机，真侪种。但是安怎？不管啥物交通工具，呢，咱拢会当达到目的地，哦，目的地就对吼。啊，咧修道的过程中，就是不管哪一个宗教，嘛是拢会当修成正果。但是咱各位真贤，拢非常的吼幸运吼，咱拢坐到啥物货？坐到上好的一帮船吼，一帮船啦，法船啦吼。在天顶飞，就是咱像喷射机；吼，在海、在土、陆地呢，就是坐了高铁，吼，上快速的一个交通工具，吼，啊，会当一世修一世成，吼，真紧就会当修等于立天，吼，所以讲，这就是修道的部分。倒来种种，吼，种种种，吼，就讲每一种的啥物会，会当。播种的种子啦，吼，拢会当安怎？拢会当种，吼，种的都可以种成，吼，长成果实啦，吼，拢种的话，意思就对，吼，也都是安怎？所有的原佛主，吼，种种的所有的原佛主，拢会当上，吼，救上花就对啦，吼。所以讲，咱就是爱有这个愿力，吼，拄只后啊有报告过。咱就是爱效法吼，世间人的因素共款吼，救尽所有的众生。如果呢，吼，世间人的这个因素，这个度了世间人，如果度了八遍，度了九十遍，伊就吼，伊就讲放弃啦吼。那么咱波光见证的历史吼，可能就要改变了吼，咱就无世间人啦吼，咱的波光见证的历史就改变了吼。所以讲，咱来效法。哦，咱世间人的因素，哦，爱尽量去度有缘的众生，那所有的愿佛主，哦，拢来度上化得着，吼。在最后呢，后下都以一个故事，吼，大咱家己做一个互相来勉励啦，吼。就是别人是我的棉被，吼。这个故事可能有些前人捌听过，吼。就是有一间菩提。是啦，吼，菩提寺唔知啥物原因，到最后剩两个人呀，吼，一个师傅，一个小沙弥。那么这个小沙弥呢，这个庙寺是咧，这个北方啦，吼，北方有天寒地冻。那么每一工小沙弥拢去爱，吼，去化缘，哦，但是呢，伊拢去食哩碰钉啦，吼，真侪这个徛家厝啊，吼。拢歹来开门，吼，甚至于来赶出去，吼。所以讲，伊每工化缘的物件拢足少的，吼。所以讲，伊最后呢，有一天，伊就来伊师父讲：“师父啊，你讲你的愿望非常的大，吼，要将这个庙寺，吼，以后呢，要开灯到呢，吼，会当啊这，吼，那就讲道不红灯的意思啦，吼，吼，香火鼎盛啦，吼，伊感觉无可能啦，吼。”伊讲即摆剩咱两个，我迄个化缘都拢化无到啊两个通食咧吼，所以讲伊感觉无可能。啊，师父想想的就讲安尼无咱吼天气遮寒，无咱来困吼，咱先来休息吼。啊，经过头点外钟，啊，这个师父就讲啊，你即摆还会冷无吼？伊讲袂啊，我因为我有盖棉罩被袂冷啊。那么因师父是讲，那么你袂冷是啥物原因？咱都是棉罩被，予你温暖吗？吼，予你有予你热度吗？吼，还是你哦棉罩被热度？啊，伊想想讲，棉罩被本来就冷的啊，吼，棉罩被哪有可能予伊热度？吼，所以讲应该是伊予棉罩被热度，吼，就是伊予伊热度有啊点外钟的时间，吼，所以讲变做伊予棉罩被热度，棉罩被予伊安怎？予伊保持伊的温度就对，吼，所以讲舒服就啦，吼，免得讲。其实众生就是亲像棉罩被安尼的同款就对啦吼。众生的冷淡就亲像棉罩被安尼吼。但是如果你有众生温度，和伊热度吼，以后呢众生会回报回来吼，他就会给你回报的对。
这句话吼，这个小沙弥听有进吼，所以讲为第二天开始，小沙弥就对吼迄大人吼真热情就对吼，虽然别人互伊糟蹋，伊嘛是用真笑面去来去。去度这个众生，所以最后真侪信徒拢倒来这个庙寺，这个庙寺尾啊呢，经过十年，吼，这个庙寺就足侪香客就对吼。那么迄时阵安怎，小沙弥就已经是做主持啊，就对吼。所以讲，希望以这个故事吼，咱家己做一个分享，吼，希望讲咱学习这个小沙弥的精神。吼，咱要度人，别人予咱真冷淡的态度，这是正常的吼。因为别人就亲像面罩皮，面罩皮本来是冷冷，但是咱不断予伊加温，予伊亲切的这个态度，伊尾啊，最后呢，伊会回报回来的对吼。啊，后下吼就简单呢，吼，报告到这吼，啊，讲了无完满吼，有欠点的所在吼，请神佛下罪吼，请领导点燃书，啊，各位点燃书，各位这些予后下。指导吼，指教啊！最后叫咱家己吼，道无方便，圣身哦，圣还宏展吼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一，再，咱谢谢杨浅浅慈悲哈，谢谢大家，咱非常感谢伊哈。安尼，因为这节课呢，予咱大家非常的温暖哈。好，咱即马来休困二十分钟，咱休困到10:40才来开始。好，咱即马先大家先休困，谢谢主笔。心爱坚持，心存善念。